Okay, ဒီဥစ္စာလေးတစ်ချက်ပြန်ကြည့်လိုက်ပါအောင်နော်။သူရဲ့ directions တင်တဲ့ဟာပေါ့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在生活中，如果有一个外国人突然向你走过来，他会和你说什么呢？问你要电话号码？请你喝咖啡？不是的，他一般是来问路的。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用汉语向别人问路，以及如何听懂中国人的指路。现在我们先听一段对话。你好，请问天安门在哪儿？啊，在前边。嗯，你直走，然后在第二个路口左转，再直走，大概5分钟就看见了。您说的太快了，能说慢一点吗？嗯，好的。你往前走，然后在第二个路口左转，然后再往前走，大概走5分钟就能看见天安门了。天安门就在路对面。我明白了，先直走，然后在第二个路口左转，然后再直走大概5分钟，对吗？对，谢谢你。没事儿。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和句子。首先，我们先来说说怎么用汉语问路。请问 plus a question。请问，意思是 excuse me，may I ask？请，意思是 please。请问，听起来很有礼貌。如果你想问别人问题，或者需要别人的帮助，你可以把请问放在句子的前面。比如，请问天安门在哪儿？请问天安门在哪儿？请问这里有人坐吗？请问这里有人坐吗？请问这件衣服有小号吗？请问这件衣服有小号吗？或者你也可以说，你好，我想问一下。Plus a question，比如，你好，我想问一下，天安门在哪儿？你好，我想问一下，天安门在哪儿？你好，我想问一下，这里有人坐吗？你好，我想问一下，这里有人坐吗？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有小号吗？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有小号吗？你好，我想问一下，和请问意思一样，但是它更口语，在问路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Someplace 在哪儿？And someplace 怎么走？在哪儿？意思是 Where is？怎么走？意思是 How can I get to？Someplace 在哪儿？和 someplace 怎么走？意思一样，都是 Where is someplace？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最常用的问路方式。比如，
请问天安门在哪儿？请问天安门怎么走？请问大兴机场在哪儿？请问大兴机场怎么走？你好，我想问一下北京饭店在哪儿？你好，我想问一下北京饭店怎么走？好，学完了问路，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听懂中国人的指路。直走，直走意思是 go straight， 直意思是 straight， 走意思是 to go to walk。 直走是在问路和指路的时候最常听到的词之一。在生活中我们也说一直走，左转 turn left， 右转 turn right， 左意思是 left， 右意思是 right， 转意思是 to turn， 所以左转意思是 turn left， 右转意思是 turn right。 To turn 在汉语中也可以说拐， turn left， 左转 or 左拐，左转左拐 turn right， 右转 or右拐，右转，右拐。头，掉头，意思是 U-turn。对面 ，opposite。在这里，对意思是 face to face， 所以对面意思是 opposite。在指路的时候，中国人经常会说 someplace 在 someplace 对面，比如那个书店在学校对面，那个书店在学校对面，天安门在路对面，天安门在路对面。如果一个地方在路对面，那么你需要过马路，过马路 cross the road， 路口 intersection， and 红绿灯 traffic lights。 在中国人指路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这两个词，路口，路口，红绿灯，红绿灯。比如你直走，在前面的路口左转，你直走，在前面的路口左转。师傅，请在第二个红绿灯掉头。师傅，请在第二个红绿灯掉头。在 in at on， 在意思是 in at on， 在后面可以是一个地方，比如在北京，在中国。
在后面也可以是一个方向，比如在前边，在后边，在左边，在右边。现在我们再看几个例句。天安门在前边。天安门在前边。中国银行在北京饭店右边。中国银行在北京饭店右边。北大医院在北京大学后边。北大医院在北京大学后边。往 plus direction plus verb。往意思是 to， 比如你往前走 ，go ahead， 你往前走，你往右转 ，turn right， 你往右转，和往意思差不多的一个词，还有向，你往前走。你向前走，你往右转，你向右转，然后 then， 然后是一个很常用的连词，意思是 then， 比如你往前走，然后在第一个路口左转，然后再直走。你往前走，然后在第一个路口左转，然后再直走。然后经常和连词先一起使用。先，然后，比如，你先往前走，然后在第一个红绿灯右转，然后你就看见医院了。你先往前走，然后在第一个红绿灯右转，然后你就看见医院了。您说的太快了，能说慢一点吗？ I didn't catch you. Can you speak it slowly? 很多外国人表示，他们经常听不懂中国人在说什么，因为中国人说话太快了。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您说的太快了，能说慢一点吗？ OK， 亚拉姆蒂乌。OK， 姐。哦，阿迪欧扎里 ，online 嘛，下路亚的对啦。哇不 ，no， learn Mandarin Chinese， 这个 sub 哇不，看哪里 no。都会好找，就看那边。叮叮叮叮叮。您说。哎，对，欧萨噶，对吗 ？Everyday Chinese， 然后 YouTube 嘛，下边流行哩啦，路亚吧，哎。加拉姆的。OK， 谢谢。OK。好。Everyday Chinese 嘛，记录亚没喏。哦，啊，我读表嘞，本身嘞，说，个，读表嘞哈，大家做了些，那种咯，哇 ，follow file 皮肤呀，来聊皮多。你先看那表呢？好。好。OK。多谢。您说的太。OK 啊，就今朝咯，啊，对，你多没有啥啊？啊，那里对，多表示清楚，你表示清楚，然后表表了。
So I'm a toy, Lila Luyava, and so they have good about. Sorry. Okay, unit 6 toy. No, ordering drinks and snacks. Snacks day, drinks to go, marriage out, Yojaya. Okay, Diga, first one. Neo, new, Urshan, the better than new. No, I nigh, don't know the nigh. New nigh. You nine, Nanu. Okay, a good change of Dobe, no Chinese, when you have a manu, put it out. New nigh. New nigh. New nigh. Okay, you look. Shi wu, yeah, you bound her about. Shu a shui, don't know the dog. Shui. Shui. Shui yi. Okay, a yaguro. G-O, oh, you know. G-O, G-O, don't know the dog. G-O, G-O, G-O. Shi a cha, not the day. Cha, cha, cha. La pay yi cha. Go wo guo, don't know the day. Guo. Zhi first domain. Guo zhi. Guo zhi. Guo zhi. Fruit juice de guo. Guo zhi. Not the kua. Ke a ka. For a fei. First domain is already time. Ka fei. Ka fei. Ka fei. Coffee, you know, coffee, look over. Okay, shy girl, not a cool solution. No, si wu and swan, si wu and swan, first domain, swan, swan, so I chin out, swan. No, I nigh, don't know the nigh, nigh, I know, new nigh, la la la, swan nigh, you got good girl. Swan nigh, no chin, no chin, so that, didn't you want, no, didn't you? Swan nai. Swan nai. Okay. Haji yao no. Niu n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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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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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果汁 Swan nai. Okay, no, no, blue cobale. New nai. New nai. New nai. Swan nai. Swan nai. Swan nai. Coffee. Coffee. 酒茶果汁瓜汁咖啡咖啡酸奶
ยาล่ะยามล่ะยูบลูขอบาเลยสวยสวยโอเคจโนยีตอกฉินมาดิ我想要睡而睡，我要喝，我想喝，我想睡，我要，我想喝水，我想要喝水，喝水身上还没洗呢，流汗没流呢，要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我想喝水，就到这里呀，没到这里呀，来没？我要喝水，就一到这里就给倒着嘛，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他不要等其他啦，再啦。你喜欢酸奶吗？嗯，你喜欢酸奶吗？你喜欢吃酸奶吗？酸奶吗？你喜欢吃酸奶吗？对，你喜欢吃酸奶吗？你喜欢吃酸奶吗？你喜欢吃酸奶吗 ？OK， 怎么样？别的我也到了。我喜欢我妈妈喜欢喝咖啡。我爷爷喜欢喝牛奶。 OK， 那就过来呀。 OK， 那弟弟你白给果汁豆浆煮了个白哦白豆油豆浆，然后酸奶可能得比茶水啤酒酒煮了一夜，喝一啤的啤酒啤酒煮了啤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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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把这来拍也养有种些喏，我这样些啊，就是 green tea 就是喝来的不喏绿茶。你要是红茶，真的啊，有外面表达，先别啊了，那拍照面还出大呗。那么，你妈那个马路面路那边，第六一里边对的路边喏，水阳一里的表嘛不喏，啊，沈阳那不出大那么对的不喏。好的呀。哎，蘑菇啊，那拍照出的。蘑菇个照出大毛了呀。哦，叫不出来了，拍照不出来了，没对。
当机了，拍照出来。先别了。好的 ，OK， 打啤酒。第二卡嘛 ，G G first of G W E I R W A V 为咱东南出的为酒 ，G 为酒啊 ，G 出来个 Jack Doctor 路口了嘛 ，G 出来 Jack 为啥咪？为 ，G 为酒啊，多少来一遍来着 ？Jack 咪也的 ，G 为酒，阿老老么大不无敌 ，G 为酒。鸡尾酒说：“杨丽丽说他哎呀，辣母的就表讲，你懂不？鸡尾酒，高酒，鸡尾酒，哦，葡萄酒了，懂不？来，葡萄酒在的。泡芙，那个那个葡，桃桃，那个那个桃，葡萄，葡萄酒啊，这边都有葡萄酒耶，这边外么喏，这边也个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OK， 那的米话就是写喏，鸡要要，你等他的要，鸡要鸡要，等他的要酒。